我一个高十个囝，我较想要真好命嘞，爸母拢真惜我，所以我家庭环境嘛真好过。要过好过，要得好过，人生做遐尔啊水，遮尔好业要创啥？嘿哦，嘛是比中不俗啊！我到这个时阵嘛未嫁人啊，也所以哦，我嘛做闲闲，我表姐手机嘛，也过已经嫁人咯。啊，嫁了暗算我嘛唔知影呢，较想有影，有一个另一半，通我照顾，真个感觉真好。我老公讲啊，你千万唔通搁再酒醉啊，你要较清醒的。跟我这条红线线，可要牵互什么人？好，我会当哦，有一个碗口，买当安尼是放住阮的爸阿母，百岁年老，拥有之物。我今日出来哦，感觉安尼足无聊呢，时间来遮尔啊坐着，我来去踅街来佚佗，就死来去呀。